整个气氛都不对了，战士之舞。哦，还飘着樱花哎。这个应该是可以射的吧？三个。哦，我大概知道了，我的顺序不对。你觉得是从哪边开始？哦，上面有星星，好明显的提示哦。跟背景融合哎。哎，没事的。哦，我们不用过河，我们直接传送到一个新的地方。哎呀哎呀哎呀，狡猾狡猾，滑下去就要重来了。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对吧？突然就要打！哎，这样我们可以直接用那个蓝色的花过去吗？现在是要，我们是要冲这个门，还是要先过去啊？先过去看看好了。这边，哇，没东西。啊？不对不对，一定是有东西可以运用。三个格子，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哦，这里还有一个要砸。我好像会了。然后我再从这边，这个也要放吧。快哦快哦快哦，哦，真的耶，上来了。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走的路哦，它有三个门，不同角度，然后有三个石柱，你要把它打出来。还好，来吧来吧。先打远程，先打远程。小兵已经是难不倒我，现在只想打 BOSS 啊！我上面又有解谜的，有没有星星？这次没有星星了。哦，哎，有星星，
他写个四。这个嘞，这个嘞，三。哦，所以不是最左边了，是这个，这个是三，这个是三。这样我们可以偷吃步一下，不用，我们不用看到二就知道了，二就是最右边的嘛，出来了，一、二、三、四。我刚刚该先打失败一次，看他会出什么怪。好多只，好恶心哦！哇，这是什么？破！看我怎么调戏他，各位！哎、欸，对不起，对不起。啊，不玩不玩，太简单了。武士的帽子。差点！屁啦，真的是身法问题吗？太早按跳不行。哎、欸、哎、欸，成功了！所以不是 bug 吗？哎哎哎，没食物头了。哦、oh, ，可以了，会了，我会了。那、真的是身法的问题。哎、欸，这里对吗？这里，哎、欸，等一下，等一下。哇，这边是要打架了吧？没反应，还要敲钟，太有仪式感了。当，来了 ，boss， 哎、欸，不是吗？啊，是 boss。好，长得好像独角仙，不是独角仙啊，锹形虫。哎呀，这个什么青龙偃月刀，战士之路嘛，难怪。先把他帽子脱掉，他移动很快。干嘛干嘛干嘛？不要吓我，不要吓我！绕住绕住！哇，肚子没了，肚子没了。哎、欸、哎，两下，太狠了，哥！
它的浆子蛮大的，它被建设到有时候会突然顿，像这样。哎，我是打断了他的技能。哦，哎，干嘛？这个应该也是要，因为补血了，没了。有！我看到了，有两个补血，凶啊！多探一刀，不该打你八下。哎，靠！哎，你怎么脚那么长？不对吧？不打了，上次被你抓起来了。哇，这个不能跳啊！有没有机会？就是靠我们锤子，没有什么是我们锤不掉的 BOSS。村的徽章啊，村徽。The many rang this bell on a journey of reflection, hoping to seek guidance from our ancestors. As our village struggled, Toshi found few answers here. 现在在这里把那个徽章丢在这里，是这样，是吗？敲个钟，还愿一下。旋转是领先机。还有第二波，两个一起，还有一只，大只的，有斧灵耶，是不是？
啊，有了，来了。升到五等要100个，我应该是没有办法。嗯，今天就要把这款游戏通关了。猎人之路，刚是战士之路，现在变猎人之路。我看到那个神兽雕像，它很像那个魔法公主的那个三兽神，就是脖子变很长很长，然后被射下来的那个。有点好奇我能不能回去耶，如果我冲回去会怎样，就回去。这边有个怪怪的线，这线是不是不能踩啊？跳过去就好了。看起来就是不能踩了。喂、欸，怎么了？你没有踩啊？那怎么办？好，我用防护罩破开吧。我玩007耶。宕机了，刚事实证明我的战斗操作太流畅了，直接把这个游戏玩到宕机。就没宕机了，我搞不懂刚到底怎么了，奇怪。哦，来了，第三场 BOSS 战，第三个遗物了。他好多补血的、啊，一个、两个、三个，表示这一场比较难。还有下坠，这剑原来还有下坠。我以前觉得可能都打很近，没有发现。这场 BOSS 战应该是场地最大的了，来吧。
应该移动速度很快哦，还会飞。可怕哦，他的剑好像会爆炸，他人呢？他刚是被我射下来吗？打不到，打射不到，射不到，真的耶。不是，怎么变 FPS？不能等他蓄力，等他蓄力，冲上去打他了啦！他起来会有一点伤害。完了，不要飞，不要乱飞，不要乱飞。不能不走，不会进站。哦，我破了，我破解了，破解了。哇，不行，他能进站。不行，哇哇，哦，不行不行，这个我要去扁他啊，居然我没血了。找补血，找补血。再补血，再补血。不行，他近战太痛了，而且我看不出来他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要近战，什么时候要躲起来，先躲先躲。不行，我的，不行不行啊，要冲上去莽了啦！啊啊！刚看不止两个补血的，我怎么好像只用到两个、三个？啊，一次够了，还行。鱼叉，鱼遗物。哇，我的血条真的是，至少是初始的时候的三倍。These statues were here long before our village。哦，所以就是这个山神嘛。他就是山神。
teachings of an ancient people, crafted to help future generations understand the balance of nature. We did not understand their meaning until it was too late.